好，那我们将我们的个人化基金邮票哈，啊，来汇汇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如果你那里，啊，各行各业，啊，国泰银行、国保、国钢基金会，让存款款，啊，那边邮票呀，让台北平安、国泰银行，啊，咱就来跟咱中华邮票来做一个配合，推出啊，咱南投乡三马拉这种本港金融的个人化邮票。 那么呢，个人化邮票呢，咱即个总共最准2500分。咱大家看到呢，这个人化邮票做到非常的水吼。啊，你个看这是咱啊，这个三年前呢，咱辽客啊，这个盛况吼，啊，拢做做邮票。啊，而且呢，咱伫每一个重要地标，哦，咱嘛用邮票来做一个展现。所以呢，整个吼啊，这个客制化邮票就是针对咱中华南方。 啊，这个本港进行的活动来做一个啊，做一个销售，做一个推广。